娱乐圈最需要的就是话题，给他们就好了。我是一个经纪人，是一个幕后工作者，我不需要话题。你不需要，但是思达需要。目前来说，思达拥有最好的资源，就是你这位金牌经纪人。那么媒体关注你，同样就会关注到思达。我敢打赌，明天的娱乐头条一定是各方媒体都在猜测，思达即将会成为瑞奇集团的代言人。这样一来，我宣传了瑞奇集团，你宣传了思达，而媒体拿到了他们想要的新闻，共赢了。嗯，果然是无奸不商，比我还会演戏啊，赵总。也不完全是在演戏，想跟你进一步接触和了解那句是真的。你好，这边请。哎，你好，不客气啊。行，你好，刘总，有没有兴趣啊？啊，你到这里签到。哎，好的。为什么拉着去合影？现在话题全被独孤若男抢走了。我也没想到他们发展的这么快，独孤若男真是太有手段了。那你怎么不学着点？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？没这本事，那就靠你的能力做点成绩出来。你以为别人看得上你吗？你不也是被独孤若男抛弃了吗？精神什么呀？你再跟我说一遍。喂，今天的礼服很合身，你看起来很美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来现场了吗？就是想过来看看你。你晚宴结束后有时间吗？有。那晚宴结束后见。一会儿见。赵总也来了。哎，我听说他很少会在公开场合露面，机会很难得，要不这样啊，咱俩就跟他打个招呼，说不定以后啊会有生意上的合作。有道理，走。哟，赵总，赵总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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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赵总，赵总，两位，不好意思失陪一下，回聊。好吧。好久不见。看你的表情应该是还记得我，所以也应该还记得苏翔。
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王总洗牌我们的珍品。你是我今晚的女伴，我不希望你因为任何东西而分心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这就是今晚的压轴拍品——珠穆朗玛。这条项链曾经是一位名人送给妻子的定情信物，在过去的200多年历史当中从未公开露面。如此具有珍藏意义的项链，堪称今天慈善晚宴的最大惊喜。各位来宾，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拍卖，起拍价600万，请举牌。感谢赵总的共襄盛举，感谢。赵总，你要拍下这条项链？当然，我来参加这个晚宴，一是为了慈善，二是为了展示瑞奇集团的实力。今晚我拍下这里价格最高的拍品，明天瑞奇集团就会登上热搜，这是最好的宣传。叶总怎么还没来？签到簿上有他的名字，但是他刚才好像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对的。怎么来了又走了呀？谢谢，没事。那么现在还有哪位来宾要来竞拍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要倒数了。三、二、一。恭喜赵宇成先生以600万拍得珠穆朗玛，恭喜！有请赵宇成先生上台。恭喜赵宇成先生拍得珠穆朗玛。积木刚才走了。那么现在，请赵宇成先生和我们的珠穆朗玛进行合影。季默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不是有话要告诉我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最近遇到了一点事情，整理一下思绪。出了什么事情？你告诉我。没什么。你先回去吧。你在说谎。你说过，人要掩饰自己情绪的时候，眨眼的速度会加快。你刚才就是这样。你看错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就是最近脑子有点乱，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以前我有烦恼的时候都是你帮我解决问题，现在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帮你分担。不需要。可是我们说好了做朋友不是吗？朋友之间就要互相帮助啊。我每天晚上都在等你找我。我每天回家的时候，在家门口就会想，
你会不会出现在门口等我？我每天都很晚睡，因为我在等，你会不会给我发短信？你不用再等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就当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。对不起。非常恭喜赵总拍的珠穆朗玛，我很好奇，您拍下这一串项链是为了自己收藏吗？不是，我是打算把这串项链送给今晚我的女伴独孤若男小姐。哇，独孤若男，你在哪里？赶快出现吧，幸福已经降临在你的身上了。一定又是季伯那个混蛋把若男给惹哭了，这又是要玩哪一出啊？看来这个礼物实在是太惊喜了，我们的独孤若男小姐已经不知所措了。独孤小姐，您先别忙着感动啊，赶快来到舞台上接受你的礼物吧。大家等一下，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打算亲手为独孤若男小姐戴上这串项链，麻烦你。哇，好的，有请赵总，太感人了。如果你不接受，大家都受不了场。完了完了，季墨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不是，你们之前不是好好的吗？这怎么……你现在别问行吗？若男小姐，赵总送您回家。嗯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点事情要解决。
请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赵总，谢谢你，这我不能收。这是我送出去的礼物啊，怎么可能再收回来呢？那你可能要为我破例一次了。我希望我们之间是平等的，而且我很不喜欢欠人家。若兰，凡事苛求自己一定要平等，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平等。赵总，我没办法接受你的好意。好，那我暂时替你保管，那你得答应我陪我去个地方。还是下次吧，我有点累了，想回去休息了。你刚刚拒绝我一次，难道要拒绝我第二次吗？你这样我很没有面子。那好吧。这里的景色很美，可以看到整个外滩的美景。你好。按我刚才跟你说的去准备吧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谢谢。想什么呢？这里的夜景真美。你常来这里吗？离开上海的前一晚来过一次，这次回国倒是经常来。这么久还记得，想必这里的酒很难忘。其实令人难忘的往往不是五官的体验，而是内心的感受。就像你刚刚想到的美景，难忘是因为它美好，但我不一样，这里对我来说难忘的是痛苦。痛苦。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，得知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得了重病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就在这儿喝了整整一夜的酒，天亮之前终于哭了出来。当然我哭并不是因为发泄，而是为了要记住那份痛苦，我需要它时时刻刻提醒我该做什么。痛苦都要这么理性，你也太自虐了吧。其实男人本来就是偏理性，女人才是偏感性，而理性的人对于痛苦的记忆往往会更加深刻，所以男人的自愈能力没有女人强。我每次想哭的时候都会去吃火锅，放很多的辣椒，一边吃一边哭，就好像我是被辣哭的一样。因为我讨厌自己哭，我讨厌自己脆弱的样子。后来有个人告诉我，我这种伤心的方式很伤胃。他说我可以去游泳，因为在水里哭泣的话就没有人会发现了。